好，第一局 go。好，打中。好，第二局 go。阿耀中咗啦，系嘛？一出嚟就做咗啲完全唔防守嘅事情。第三个 go， 短过人哋要先谂好防守先。好，阿天都中咗，阿 Anderson 留低，佢背脊开咗，成个俾你片斩开咗两边啊！佢捅你嗰啲咧停唔到你嘅。第四个 go。我见阿姚想用今日技术，但做错咗一件事啦。你继续啦，你继续啦。系炒咗啦，系啦，留低啦，阿姚。你做错嘅事就系你手缩埋咗，你冇攞晒出去咧。嗰、那个制空圈嘅范围对于你死唔死系争好远嘅，唔系个尖子前，千祈唔好尖子前。但系你只手要拱晒出去，因为个括号嚟噶，你明唔明？嗰、那个 L 字系你个括号嚟噶，你个括号要放大先得噶嘛。系。縮起咗就唔得，不過攞曬出去就最攰啊！第五個 go， 但係你對住個個都要用呢招噶啦，挨只腳中招啊！太心急啊！你未對付佢，你就將佢射佢，你做乜嘢咧？佢長過你咁多。第六個 go， 我哋睇到阿瑤嘅性格，好進取啊！冇事，好打中，阿天赢咗，第七个 go， 打咗落地啦，天，恭喜你引到佢犯错，揼咗落地，第八个 go。Anderson 留低，佢死得好惨。虽然 Anderson 都有中，第九个 go， 但佢系死得好惨。好，刺到前手。好，第十个 go。好，阿姚赢咗，系你都中咗招系嘛？花咗系咯，你打中佢先嘅，十一个 go， 好打中，十二个 go。点解你咁噶？都未对付人哋知嘢，就喺度扮 Conan the Barbarian， 十三个 go， 你话系咪先？你搞掂咗人哋知嘢先啊嘛！你突然之间转大圈，哇！切得好靓啊，好阴湿啊，好阴湿啊，咧！十四个 go， 好打中，好，你都中咗手，好，好十五个 go， 啊！佢咪好少防持，十六个 go，
我见佢猛喺度圈圈圈咁嘅。系呢个真，呢个真。哎呀！好嘢，做得好 ，Anderson 好嘢，利用到距离优势啊，17个高。冇事，继续。好，打中。系阿瑶，阿瑶留低，仲两个都中咗，18个高。打中天前手啊，19个高，有人喺度。睇唔到，睇唔到人，听到声好得人惊噶嘛，你知道。有声无影，惊惊住。啊，靓啊，爆西瓜耶，好好靓啊 ！Anderson 用剃刀爆西瓜，20个高。好好好得，阿瑶唔系好惯人哋长过你喎，21个高，唔系佢就系要短打长啊嘛，你俾佢做乜鬼嘢？佢嘅虾惯阿 Rufo 平啊，阿瑶你揼咗落地，佢避开咗啊，佢乌低个头避开咗，你冇事啊，你赢咗，佢自己喺完全掂唔到你嘅状态先打咗落地。22个高，哇靓，打中喉咙啦，系啦，勾到啊，好犀利啊 ，Anderson 呢下，23个高，好揼咗落地啦 ，Anderson， 成碌嘢掉嚼落去，好24个高，有冇少少想落场玩啊？好驚啊！哦 ，OK OK， 唔方便，好，唔怪得嗰个样咁啦。我就见你做咩事，25个高，系咁吐你口风，你系咪话未瞓醒？哦，中头啊，靓啊 ，Anderson 赢啊，26个高。我哋有時間可以打多啲嚇，本來去30期，而家可以繼續打落去啊！好，飛咗落街啊！天，做得好啊 ！Anderson 啊，冇俾人哋一衝就驚啊！我見你係好。好冷静咁打侧行咧，等佢直飙出街，27个高，同埋可以试下切人哋前手啊 ，Anderson 最近你个位置嚟噶，好 ，OK， 阿瑶留低啦，28个高。
一喉咙都系穿晒。嗱，你有做咗两个好危险嘅动作，阿瑶，我讲讲先。第一就系话伸长只手之后，再加埋跑上去，呢个系非常危险嘅，因为其实你伸长只手唔中就已经唔中噶啦。你再跑咧，俾人拍飞咗你支嘢之后咧，你系完全冇防守状态嘅。当时佢系有拍飞你支嘢，不过佢冇打中你啫。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兜嘢去你喉咙去嘅时候咧，你系向前咁样横拨咧，冇交叉点啊，所以你食到应一应啊。好啦，几多局啊？29啦，29个 go。差不多的了都是。好，打中阿天了，打中阿天了，手踭那边了。好，30局 go。好，系猜得花咗啊！得31个高，冇中到应都 OK 嘅，死唔系即刻就停嘅。但头先呢下就冇交叉点啦，有交叉点唔会中咗冇反应嘅。好。所以阿瑶要研究交叉点啊！阿天留低啊，佢都中咗。两个都中了，要留意交叉点问题。32个 go， 好，打中了天了。 Anderson 留低。33个 go，OK， 好，似得好靓啊！34个 go， 挡到，好得，35个 go， 应该可以打到50。挡到啦！今次走到倒转头走啊，要赢啊，要赢啊！佢跑到直头倒转头跑嘅，玩紧梅马枪啊！谂住36个高，系但系唔会拧转头走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拧转头走系比较特别啲嘅，可能引你埋去就回马枪啊！哇，靓仔啊！好中，好嘢！但我打到系嘛？好。吓？佢边度打到嚟？个位界到嘅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冇事。因为我啲特别重要。要选嗰啲系嘛？系啊，冇事。啊会啊，我都试过花噶会，37个高，我被包书胶界选过咯。冇事，冇事，系啊，好阴湿噶，哎打中啦，阿 Anderson 赢啊 ，Anderson 赢，打中头先啊。38个 go， 啊甩咗，俾你挡甩咗，啱啱单手刺，好39个 go， 哎好嘢，食到应一应，食，佢咧系咪都中意 Conan 一嘢喎？都唔谂下对手会唔会跟埋嚟先噶？
系啊，四十个高，突然之间 Conan 上身嘅，系咪你一个偶像嚟嘅？我谂住见到佢嚟嘅。吓、啊，掂到你哋撞唔飞冇用嘅、哦，所以交叉点好紧要嘅、哦，唔系 touch 得嘅、哦。个交叉点撞唔飞咧，冇作用过 high 到，嗱你 high 到冇用嘅呢啲。哎，打中脚啦，只手又都中啦。哦，你太远呀，四十一个高，人哋而家长兵器两只手分开嚟揸噶。如果唔吉出嚟嘅话啦，如果吉出嚟都系二拍飞嘅，但系唔吉出嚟就好难拍飞嘅。捅到啊！好，我睇睇你支刀有冇咩问题先，你打咗佢两次，佢话好痛。我咁啱吉住唔分个位，唔系，我吉得先痛。冇嘢嘅，跟住就分个位啊嘛。我觉得冇事冇事。我问狗啊，你点做啊手术？哦哦，你嗰度做咩手术嚟啊？哦，点解要做手术嘅？咩事啊？哦 ，OK。哦、好，射一个高，咪 check 下都好嘅，即系支嘢好，因为试过有时打到烂晒都唔知咧，支嘢里头啲嘢飞咗出嚟，四十二个高，咁所以睇一睇先，如果发觉唔系就得啦，嗯。系，督到系痛嘅，因为嗰个集中力好强。哎，好嘢，斩脚，四十三个高，劲啊，系劲。系喎，佢今日啲例子都唔知几多啦。如果啲人肯睇嘅话，不过嗰啲人通常都唔睇。哎，靓啊，系咯，从头先个距离又一件。四十四个高，好打中，好阿天赢。两支都咁长咧，好混乱嘅，边个死先？四十五个高。打得喐啊，跟住冇上到咯，阿耀，好打仗好。其实你每一次嘅反击，即系我哋叫防守，你要预咗即刻就冲噶啦，即系一成功就系噶啦，唔成功咪就死咯。四十六个高，喂真噶噃，我唔系讲笑喎。你系咪都要冲？因为你成功嗰下就系机会，唔成功嗰下就系死噶啦，反正都啱唔啱死？你走唔甩噶啦，你都。唔成功，但如果你唔成功又冇死到，你都系要冲嘅，啱唔啱啊？即系个防守唔一定需要成功，但你系一定需要冲，因为唔成功唔代表你一定死。嗱，啊靓啊，翻嚟嗰下靓，揽炒，我开头以为 Anderson 死硬噶啦，点知都仲有一嘢翻嚟，系啊，四十七个高。住咗啊！落颈，劲啊！四十八个高，啊！捅到应一应，四十九个高。卡住咗，
好 ，last round 啦。系啊，你试睇到我啊？好，50个 go。哦，中咗啦，中咗啦，两个都中啊，一个中头，一个中手。打完。